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牧羊可以射沙尘暴啊，好恐怖！飞过来了。沙尘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救援的小火车就来了一辆啊！龙井，嗯，来，我刚刚赶回来。龙井啊，让咱们也装的，西宁也装的，全部搬的，人家人数量多，现在都跑到了。哎，电瓶车上好，你们看看我，哎，过来电瓶车。我把它挂到了电瓶车片子了。你看，好弄过啦，倒成这样的了。你看过落线呢，哎，用啊骨脚啊，倒的嘞都，是胃痛的很。对呀，那边工人多。保险公司爬到青屋来的很。是呀，现在我身上缠中了。那车这也扎到你看看呢，这一麻的啊，也身上缠中啊。身上缠中哦。啊，这边啊，我姐姐自己啊拉的，天窗拉的，大点门拉的了，大点嗯，门窗玻璃，生蚝过节过了就拉的很，全拉的。就是搞搞什么广告牌的，来书都挂下来了。书有人问我就把业绩介绍了哈，看来很牛很，这么壮美。整个庄，你上的那都要刮到的，我就没心情去拜访大家了哈。然后前面还在抢抢女，整个庄呢，全弄牛粪心了。下去啊！但是我住在29楼，电梯没有电了。看起路塌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快往回返吧，过不去了。实时报道啊！别过来了，往回返了。